以前在京城里有一位负责酿酒的酒保，名叫王五。当他酿酒的时候，常常有苍蝇飞来投入酒中，王五就找了几个盘子装上木炭灰放在旁边，一看到苍蝇掉入酒中就赶快捞起来放在炭灰上，让炭灰把苍蝇的翅膀吸干，让它能自由飞去，就这样救活了很多苍蝇。后来王五被人家冤枉，本来要判死刑的，但是判官每次举笔的时候，总是有一大群的苍蝇飞来，集在笔端上。判官把苍蝇挥去，它们立刻又飞回来，通通集中在笔端，使判官根本无法下笔。这样连续好多次，于是判官就知道这个人必有冤情，就重新调查，后来释放了他。王五这样救苍蝇，也许会有人很不以为然，但是那是他仁慈之心的自然流露，非常的真实，非常的自然。他并没有希求得到什么好的果报，他也没有希望放生得到好的名声。像他这样放苍蝇，顶多会被人骂是个傻瓜而已。但是他这一念慈悲的心，就感动了天地，也感动了维系的昆虫。苍蝇也是有佛性的，王五救了他们的命，到后来却救了自己。